迎大家跟我一起看展览。这个赵偏强我很熟悉，这两年全国两会期间，这九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总书记面对面共商国事，真的是无比荣耀。是啊，他们回去以后把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带到本职岗位上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，贡献代表力量。当然不只是他们，2023年起，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近10万人大代表中组织开展牢记嘱托、感恩奋进学习实践活动，推动全省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在学上下功夫，在思上求深度，在见上见成效，在行上显担当。